今晚嘅主題咧就係初心啦。咁頭先啊睇到一班港姐咧勁歌熱舞咁表演咧佢哋嘅初心，嚟緊咧就有一班年輕嘅 artist 展示咧佢哋對舞台嘅嗰份熱誠啊。冇錯，呢65位嚟自唔同地方嘅後生仔咧，近排啊真係成為全城嘅熱話㗎。而今日咧佢哋亦都會喺台慶嗰度咧率先亮相嘅喎。而佢哋嘅總製作人啊，韓國天王 Rain 更加會驚喜登場嘅。哇！呢一班咁熱血嘅朋友仔咧，就係亞洲超星團嘅練習生啦。而當中更加有5個啊，係我哋 TVB 嘅藝員同事嚟嘅，大家記得多多支持啦。咁以下呢一首歌咧就係亞洲超星團咧特登為我哋台慶56周年而準備嘅 ，Let's Go。Asia Super Young， 加油！一个人要翻多少山岭，才能看清心中的丛林？就算越不过那片云，我也会拼尽全力无畏。感谢你没放弃向我走来，选择我陪你逃离人海。无论前路有多少阻碍，也一往无前不会。我是 Rain， 저와 함께 Asia Super Young 아이돌 탄생을 만나고 있습니다. 에이샤 슈퍼 영 짜요 또 간죠. 仿佛回忆 going on and on， 跟随歌声
留住你痕迹。Don't mess up my tempo， 只需要擦亮些剧情机。Don't mess up my tempo， 那是我最新的武器。别乱了我节奏，独立无二的 one two three。Don't mess up my tempo， 这是我最新的逻辑。狂到底我奉陪，无所谓，夜夜重演盼机会，可再没什么能把我击退。感覺直情係脱胎換骨啊！但你哋喺上海比賽緊嘅喎，係啊，比賽緊嘅，但係我哋都要請假翻嚟，因為 TVB 生日啊嘛，要翻嚟同慶祝 TVB 生日快樂，同埋抽利是。Yeah. 真係識做啊！喂，咁啊，丁丁你都講下啦，你即係參賽有咩感受先？最大的感受就是發覺原來有個地方工作時長是長過 TVB 開外景和廠的，但雖然辛苦，但是我覺得很開心，因為走出 comfort zone， 由演員主持去到做一個跳唱歌手 idol， 這個很開心的經驗，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下星期的亞洲超聲團。講嘢都叻咗好多啊！真係 Hugo 呢，我中間其實受過一個傷嘅，我斷咗隻腳，咁但係我最後都係堅持完成咗個舞台。咁我就學識，無論點樣 ，the show must go on。Yeah， 呢個係態度好。但係跳舞都係你強項嚟嘅，咪好大打擊。一開始會嘅，但係我明白，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合格嘅表演者咧，無論咩情況都要 keep on going。Keep going， keep on going。係。Archie。哦，而我咧其實身體都出現咗啲狀況嘅，但係狀況出現喺聲帶。本身咧我都以為自己唱歌會十拿九穩啦，咁但係咧。因為訓練過度咧，喺比賽中段咧都失聲，完全講唔到嘢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唔想辜負隊友啦，咁所以咧，我最後尾用咗好新奇嘅方法去練習唱歌。新奇方法咩方法？睇下個節目你咪知咯。哇！真係要追嘅，要追嘅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你咧，文作康？咁我都發生咗事情嘅，咁就係同隊友嘈咗交啦。
感情受傷。感情受傷啊？咁點咧？大家反咗面喎。啊，最後係和解咗件事嘅，咁反而變到係更加 close 咯。Okay. 我哋嘅感情，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咗，哦，原來你係咁樣嘅，跟住更加了解咗對方，咁就係咯。男仔係咁啊，不打不相識啊嘛。星卓咧，我自己最大的感受係收穫咗好多嘅友誼啦。咁但係其實同世界各地實力好強嘅對手要去比賽，都一啲都唔簡單。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哋香港嘅選手。一定啦，我越聽越想睇啊！11月25日晚上8点隆重首播啦！希望大家支持我哋亞洲超星團 Asia Super Young。嗱，轉頭翻嚟咧，將會有唔同年代嘅藝人啦，透過佢哋嘅經歷同我哋訴説佢哋嘅初心，留喺個電視機前面，繼續萬千星輝，何台慶。